结果现在 IG 就非常的纠结，他们选择是不去硬推下塔回来守中塔了，一模在往这个中路走，但是中塔已经是个残血带车的，一模只是一个七级的小女王，感觉并帮不了什么忙。下路直接冲塔交盾魔，末日没选技能。是的， Aris 是觉得中塔是个残血，不想交 T 下去守，想把中塔换掉。直接 CK 落了一本身后，其实这边隐匿躲毒标没躲掉，自己被减速了，但是马西赶了过来。冰魂大招配上女王大招非常不错，死亡先知开启大往前继续吸魂巫术，但它毕竟是个辅助啊，等级没吸起来。是的，但是这波打成了一个二换二，冰魂踩陷阱踩死了。那就是他进场想去杀人，大招开起来发现自己被冰魂一个大女王一个大就已经是死血没了。对，就还好他吃那套技能之前先把自己输出打出来了，把 CK 打残了。这波不交大吗？真是喊明雪球，冰魂大招又以就位大到三个人啊，先把这发条带走。看一下生死输出很高，把所有人拼死了，一某跳进来直接被乱拳打死。这跳到天直接追进去，但是海明忍不了，买活下来收钱。好像带了盾好像就再也不回自己半区了，把对方的爷爷刷完，陷阱全部在对方的半区。这波打二塔看一下怎么去处理，发条看到人了吗？直接打先手，这手杜牧但是被救了一手，一手一个勾勾空了，末日大招也出来，女王再接一个大，冰魂大招也甩到这边，末日的大应该是可以把马西打死，能反补吗？没有成功。以至于但其实Aris 的视野做的也挺好，只不过是他们可能位置都不一样嘛。你像IG 的三角区大野区也都是被岩点亮的。哦，刚删。对。想打 BKB。他到了。赶紧买了。拉回来，晕三秒，直接死。他确实是就差这两个兵把 BKB 就买出来了，所以这次死也没办法，也抵受住这个诱惑。八条金子勾过去，下路选手吗？了圣堂刺客，一个冰片风速还没去过一下，应该是要死了。蚂蚁过来被海啸神拳抡了，而且撒了个粉，海明居然还没死。FY 这波操作太秀，但是对中期打大哥，对方三 BKB 的话，其实打不出什么输出。微光披风隐身，看你能走吗？应该有反应，我看末日已经 A 出来了那一下了。但是这个位置对于 IG 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开仓位置啊，末日还没大。生死这边直接想连末日，末日直接 TP 了，女王必走。那你这么气交 BKB TP 盾不是白给了吗？死亡先知冲过去，自己打不过对面的核心，一个布林锁留住两个，但是混沌骑士这里好像他是没 BKB 的，要直接死了。是的，看一下艾瑞斯能不能靠着对方，然后其实控制不是很足的情况下就白给了自己的所有道具和技能，打得太勉强了，想抢这个盾 IG 不想放，阶梯想往里跳，要跳起来抢盾，有没有机会？有视野，有盾，全是女王一个大，打掉了肉身，还是被马西给拿到了。对，这一波是女王跳进去把肉身打掉之后，宝石没被看到。哦，这个肉身坑里东西真多。对，就没有一个人去拿，但是宝石应该是会被信使捡回来。哎，这个宝石没有亏掉。哦，这波肉身是夜眼的，他那个吼是把肉身给杀死了，盾是马西的，现在还带着，没有人再往还在里面。A 仗应该会给末日啊，应该不会给别人，末那个奶酪给了女王，是的。分了一下之后啊，死亡后想在中路开团，想动这个菲菲，没但是来了，先开大一个沉默，沉默的两个辅助。这边的单挑 CK， 其他人去切后排。跳走了。不是 CK 好像不是马西对手啊，被马西单打，这打人打没了，菲菲只能跑。这波好像团 Aris 能赢。Emo 这边 Blink 的 CD， 但是有奶酪没吃出来就死了，宝石也掉了。位置的话有的打，但是如果被破物打先手，自己没有对方视野的话，就会非常难打。看死亡先知这个位置，又是卡在树林里面，但是这里破物了。先手倒是接一个大招呢，非常不错。哎，盾呢？盾给自己大，看一下后面动谁。马西已经开出了木旋破，这杜牧的大招好像效果不是很好，自己要被打死了。这一期什么情况？
残局这边菲菲一个人也孤立难支，另外双辅助已经被切掉了，之后自己只能跑，又被马西找到了，被完完全全打了一个零位置，把后面所有人都断了一下，以至于 IG 的团战前后排脱节、直接打基地了，末日买货没有大招，三物理和大哥马西直接跳出基地。哦，万万没有想到啊，这局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